从一万英尺的高空中跳进云端，只听到呼呼的风声，就像在空中360度拥抱了全世界。从空中第一视角看去，美丽的台东大地，璀璨如宝石的太平洋尽收眼底。双人跳伞已经够刺激了，专业的跳伞教练更是直接打脸地心引力，展现空中漂浮特技。为了满足民众跳上天空的梦想，业者释出80个免费跳伞名额抽奖，结果短短5天竟然吸引上万人蜂拥报名。既然跳不出国，那就跳上天空，翻转视野，一秒摆脱地球吧。记者林正坚、吴逸轩综合报道。旺旺水蒸呢，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，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，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，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。当然，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。